从刚那个刺青啊，以前啊会让人家联想到就是帮会，啊，要不然就是一些汤口，这个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刺青是不只是一种流行，它更是一个文化，更是一种艺术。今天呢要带大家来见识一下在国境刺青赛啊刚刚得奖的作品。其实这两年呢、啊、台湾的刺青在世界上啊越来越厉害，软实力经常性的得到冠军。听说这些师傅拿到有点怕啊，拿太多了，手软，拿到手软，因为一旦拿到冠军之后呢手真的会软，因为大家都抓来刺，所以大家都一直啊没有就低调，低调低调。好，首先张兆志，你刺的是什么？我刺的，我刺的是一个女生的脸。为什么这样子的怀念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她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啊，就是我跟她谈了一段很长很长时间的恋爱嘛。你人生有几个可以谈十年的恋爱？因为十年嘛。对，陈奕迅都写了一首歌叫《十年》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，很少有人可以谈十年恋爱。这种行为是非常的冒险。不过可是我是跟他在一起的中间我就去刺了，所以他看到的时候还蛮开心。现在在一起当然分开了，所以我说的冒险在这里。我因为他对我很有纪念意义。那你后面的怎么办？后面的就他有一天叫你打叉，或者刺两撇胡子，翘胡子，人呆也可以改一下造型。不是改一下，我跟他讲，我通常我会跟他讲说，你希望我把前女友的脸是放在这边让你看得到，还是偷偷藏在我心里？都不要，女人都是为这种的啊。对啊，可是没有办法接受。刺青师傅很特别啊，你有一天早上起来醒来，会刺个过去式的吗？哇塞，喝醉忘了起来了。你跟国际军共用同一个刺青师啊？对，就是两，他刺你也刺他，没有，不是啦。他有作品里面有是什么样国际巨星？阿姆，哎呦，阿姆也喜欢那女的，那是共用女朋友，不一样。刺青师，阿姆在哪里 ？Dr. Dre 在哪？还有五角，这个人在哪里？还有碧昂斯，这个刺青师在哪一国 ？LA， 好 ，LA， 这个脸是给他刺，你们可以看吗？可以看一下吗？想看哦，这样。这还好，只有眼睛嘛，还好嘛。可是很像，看得出来那个鼻梁很大啊。那63是名字，63年，他是63年刺的，我也是63年刺的。有同年，而且这个眼睛是啊，你哪个角度看啊？他在看，在瞄你。是吗？有，鬼刺青。对，鬼刺青。那下面是 S nice， G nice， G 是我嘛？G nice 是我，George， 因为你知道我们喜欢 hip hop 文化，都有一个什么小名啊，对，所以你叫 G nice， you are G very nice， 那个 G for George， G for George， 我们说 G 非常 nice， 这个很大胆啊。唯独你也有刺青，是，我也有刺青，是什么？我刺一朵玫瑰花，但是人家都会以为我是因为七朵花才刺这朵玫瑰。但事实上我在七朵花之前就刺了这一朵玫瑰了。为什么？然后这朵玫瑰其实因为我觉得每个刺青都会有它的意义，它的故事。这意思？因为我连包带发，没有啊。对，因为我娇艳欲滴。不是的，鸡奶，鸡奶，娇艳欲滴，就不够情色了，滴到鞋子上。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有点点就是带刺的感觉，所以我就刺了一朵玫瑰花，然后但它上面是没刺的。对，然后就玫瑰花还有另外一个署名就是蔷薇嘛，就是对，然后像我的名字也有一个薇字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直接把军旗，不知道把军旗刺在胸前，怕痛，是个造的，对，怕痛，应该不敢。对，最近呢，我的夫人热烈的邀请我去刺青，真的，哎呦，好酷哦！你打算刺什么呢 ？Hello Kitty，Hello Kitty， 我还刺忍者龟，没有，他想叫我去刺他的名字跟我小孩的名字。OK 了，反正你也死会，也没办法。是我怕痛。如果你怕痛，有些刺青师傅他是会给你一些就是不痛的，皮肤的那种抹的麻醉药膏，要刺就不能抹那个，抹那个就弱掉，是不是？稍微也是，要刺青抹这个训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打过针？有打针有吗？对，就跟打针一样，不过那一针打2个小时。我的妈呀，那很痛啊！
其实小痛对，而且像我刚刚刺青的部分，有些阴影，有没有？就是那素描阴影的感觉，它是涂的。刮的天哪，天哪，就感觉很像拿那个插花的剑山，有没有？在你这边一直这样。天哪，对，尤其上色的时候，大概是那种感觉。我没办法。好，最近的亚洲马尼拉国际刺青展，我们台湾的台湾三位刺青师呢，拿下三冠王。还好吧，兄弟，没事啊。我们刺青有点加油，加油。三位师傅非常的累啊。对对，欢迎三位。他吃到憋憋掉，吃到憋掉出来。张师傅、蒋师傅、孙师傅，三位你们都好啊。请问一下，四文先生，当初踏入这一行是兴趣吧？你爱画画吗？小时候就还蛮喜欢画的，哦，对吧？然后因为也是好奇，然后刺了第一个图腾，嗯，然后就踏入这个世界里面，就展开了。对对对对对。那时候几岁？差不多20岁左右。当初做这个，家人有反对吗？反对是还好，就是可能觉得说刺青有点像八大行业之类的，就是不看好，也比较偏门一点。是，对。那都没有很赞成。哎，你开始学刺青到出师开店大概多久？差不多3年多，三年半。那蒋先生自己开店那应该有6、7年。6、7年。对。OK， 那你是怎么开始的？我本来也是有，就是那时候好像不知道16岁的时候，嗯，16岁的时候，然后我认识我的师傅，就是那时候的师傅，是，那都也不是不太喜欢念书，那我们就。喜欢画图，那就想说，那不如去那边学学看好了。也是兴趣，兴趣也是兴趣。所以你也是很喜欢画图的。对啊，就是那种念书课本翻开来画乱七八糟的。所以还是，这还是有点天分哦。要了，画着画着就画到同学背上。那张先生，嗯，您什么时候就是从开始学刺青对不对？到开店大概多久时间？开店，我。学刺青学一个月多而已，然后就自己在家里刺，自己在家里刺，是，对，开店是最近才刚开始开，那中间才开店面，中间都在家里做而已，啊、工作室，几年了？有几年？你做几年？快5年了，快五年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次先看看大家那个得奖的图哦。首先看诗人这位，诗人身上，对我身上。背的图是张思浩的作品，哦，你们还互刺哦，对 ，OK， 因为刚好我的背还很空旷啊，对，然后哦，所以你就变成他的模特，对，我还以为你带模特，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？这个图是什么时候得奖？就今年的最佳背部大奖，嗯，哇融了，哇，好漂亮哦。OK， 好，来，天哪，这样站一下哈，龙呢？这个图的从哪里开始算？颜色好鲜艳哦，到大腿，到这里，那这边呢？全部没有，手没有，就背纯背，哦，就这一块嘛，这样，到大腿，这样刺了多久？1年又4个月，价值多少钱？价值，如果我不认识你，我要刺成这样，大概要多少钱？应该也要20几块30万。哎呦，我发现一件事情，你这个眼球刺得太那个了，很有神啊，对，好有灵性，你看人家有灵性，你看那个眼珠子，妈呀，是，哦，你有没有觉得这样觉得会咬人哦，感觉很生气，这个眼球，天哪，因为眼睛眼神很重要，对啊，对，刺错整条龙都不能看，哦，是哦，就挪起啊。对龙那个眼睛不能让它拓汤，谁要吃个拓汤的龙？要拓汤龙，拓汤龙太厉害了，你讲。哦，这等于是就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过来的，好厉害，对不对？哇，好漂亮哦，真的栩栩如生。而且你看它这个是颜色这边，这个渐层上来，哇塞，可想而知有多痛。哦、是哈、哦，对啊，我刚刚就讲啊，就是好像第一次刻完痛不痛？超痛的，超痛的，太哭了，差点翻脸。OK， 好，谢谢你。当初刺这个是为，应该不是为比赛，没有，就纯粹想要一个大幅的作品，然后刚好欣赏大幅的作品。隔年又要龙年嘛，去年刺的，去年。哦，那所以你们去比赛就这样直接给他看，对啊，全脱。穿个丁字裤吧，穿丁字裤了，对吧？谁？别那么猛，你不要乱教。以后我们去参加全脱了，下去，下去，快走！我觉得进会场就很开心，耶！而且裸体正面走进去，是哪？
说句，没有人会把展场当家里一样脱光光了。更多艺术品般的刺青，广告后带你大开眼界喽。刺青师傅功力高超的原因好无奈。你看他这个眼睛，很有神哦，那超厉害的，好可爱。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当漫画家，我可不小心走到奇怪了。我好朋友是小叮当。这个是也贝多芬。你讲的是贝多芬？不是，他字不像。怎么是面对的牧师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进会场就很开心耶、yeah ！而且我体正面走进去了。是哪里？可以走。OK。哦，得这个很开心吧？哦，想请问一下，是不是因为外国人不会化容啊？我们东方人会化容，所以你自己讲都要容啊？没有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们化的比较传神，神对，而且他们不会化容嘛，他们化那种是那种有没有？欧美容，有翅膀，欧美容不好看啊，那喷火那个很瞎。喂，人家吃的好也不瞎。我们希望中国容就好，你不要乱讲话，搞不好你就待会脱下来，背后就是喷火龙。好。杨哥，那你呢？你当初接触这个，家里面有反对吗？妈妈比较反对，那其他爸爸就还好。那你刺的第一个刺青在自己身上是脚这里跟这里，就是练习的时候。怎么刺啊？这样，对，哦，这样，哦、okay ，然后看着镜子，哇塞，看着镜子也太难了吧？对，因为你要画图的时候这样子看。歪的啊，反方向要演，有一个镜子在前面对着看。哎呦，可是你因为镜子是反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外，对，所以其实自己刺得很糟啊。所以他都穿长裤，你看到吗？对，可以。那换你手背上也刺一个女生？对，这是我的老婆了，是不是结婚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人家刺老婆是不是就好了嘛？刺什么也前女友？不是啊，所以我是。只有眼睛，所以是半张脸啊。Okay. 对，如果是老婆就浮出来了，浮出台面的对了。小三就变正宫了，小三只剩下头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三位大师的作品，好不好？首先欢迎第一位林毛毛。哦，毛毛。哦，毛毛。你好，我其实你可以来。嗨。嗨。哎，这个刺青对你来讲好不好玩？好玩，好玩哦！你第一次刺青的时候是刺什么图案？刺了一个很像木叶忍者村的那个符号。哦，为什么刺？因为喜欢漫画。没有，是不小心那个图案发现后来很像那个图案，就是有点像七星的 logo。Okay. 请问一下，你会把自己在一起的男朋友的脸刺到身上吗？不会。是不是，你不要，你不要再一直针对我，是不是？对，他有气。啊，不是，因为就我先闪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那事情好，我不解释。来，我们来看看这次的作品，这个作品也是这次得奖，对，是你的吧？嗯。来，我们看看在哪里，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哇哇，好帅啊！啊，厉害，是的。哎呦，点到哦，不给脸。哎，请问一下，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很像忍者？木叶忍者。木叶忍者。哦，这个是第一个。哦，木叶忍者。然后再请转回来。好，这一次的得奖作品是这个。哇塞，很喜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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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。那孙贤，这个里面最难刺的是哪一部分？难刺哦，我觉得羽毛吧。就是很多层次，开平的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没开，应该很痛吧？对对，就这个地方。对对对，就是它层次比较多，然后羽毛一根一根的效果，尽量要把它做出来，然后叠色跟混色部分也用的比较多一点。嗯，那这个作品要花多久时间？这个比较赶啊，是半年。啊呦，比较赶，只要半年。对啊，算是价值多少钱？价值哦。如果今天是一个你不认识人，他要吃这样。大概要多少钱？十五万票吧，15万差不多。对，你看这些麻雀，这个是张十号刺的，这个刺好像哦，啊，真的，好漂亮！哎，我觉得你刺眼珠超厉害，你看他这个眼睛很有神哦，你看超厉害的，好可爱哦。因为我原本是想要当漫画家，是哦，对。
可、okay. 是不小心走到奇怪行业。浩哥，你知道你刚那样长相当幽默，一个很酷的人，其实我很想当漫画家。小时候的梦想，好可爱的。我好朋友是小叮当。太快。哎，你刺很多元化，你都刺一些这种符号。哦、这个很酷哎。几何 piece 三 D。哎，这个这只也很厉害。啊。蜜蜂。蜜蜂。就是、好可爱啊，这只。好漂亮，还写无所畏惧，对不对？ No fear， 对，这是一个牌子，对对对。对，我以前穿了以后被大家笑，哦，你怎么会 no fear？ 你这高空弹跳敢不敢？哦，很可爱哦，你刺青这么，哎呦，中间这是谁刺的？鹿，这是谁？一个女生，一个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葛兰菲蒂威士忌的，威士忌，哥哥打广告啊！我的妈呀，啊，你肚脐这边应该是18，18年，不要讲，哇，你整个刺激你的风格很多变化，不是很统一哈，可是都是动物哎，嗯，对，我喜欢动物。左脚那还没刺完的，这个还没刺完，这是个龙啊，它是蛇，蛇长这样啊，响尾蛇，眼镜蛇，眼镜蛇，眼镜蛇。所以这些动物都是你喜欢的吗？大部分都是我喜欢的。蜜蜂是因为我被蛰过，我被蜜蜂蛰过斗仔眼，对，那是有故事的，也太准了吧！真的斗仔眼蛰下去，所以我就刺了一只蜜蜂。我超怕蜜蜂。那我还是从蚊子先开始，我常被蚊子叮，是蚊子在身上。对对，哇，很漂亮哎！转过来，好，不，哇塞，牡丹，毛真是漂亮。羽毛真是漂亮，而且我觉得这个刺青还蛮特别，是因为我觉得很多刺青都会描边，可是它这个是没有描边的耶，对不对？没有线框，对，没有线框，它的因为你要跟皮肤呈现的那个感觉比较不一样，会比较稍微轻一点，对，可是感觉更合在一起嘛，对，嗯，会比较自然，对，自然浮现的这样感觉，哦，很特别。这个得到的奖项是最佳腿部大图。最佳腿部大图，对 ，OK， 之前有分部位的比赛，你是他的女朋友，对啊，难怪帮你吃嘛，我说嘛，下重本了，我的天哪，可是很痛啊，很痛哦，很痛，一定痛，有没有想揍他的感觉？曾经有过，有，很痛啊，可是很冷啊，边刺都快被踹到了，就脚都一直会，因为丢这样，对啊，刺这边会反，当然痛，你看他哭到眼睛都红了，这一块，天哪，对。刺到脚就一直抬起来，他扛脚筋。可是自己女朋友会不会下手比较？是啊，很纠结啊，就要把它刺好，可是又怕它很痛。那如果还挨的话，你就根本其实刺有点刺不太下去，会影响到情绪跟对不对？他有骂你吗？注意力，他有骂你吗？你再刺一下，我们今天就散了。不会啦，就是会不爽就对。对，你觉得刺青是一个省钱的举动，为什么？其实刺青已经蛮花的，你就不用再穿一些奇奇特别的衣服。对啊，对啊，穿个白 T 恤就已经，所以你四季都穿背心就好了，人再加外套就 OK 了，也对，超省的。哎，这样就酷哦，不用买那个啦，不用买那个丝袜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穿个高跟鞋就很好看。刺青怎么会是省钱？要跟刺青师傅在一起才省钱。对，你刺青这刺下去随便十几万，对，十几万买丝袜买到哪一年去啊？真的，因为今年非常流行的刺青的丝袜。对啊，非常流行。对哦，刚刚好。嗯，他如果去给别的刺青师吃，你会不会吃醋？不会啊，他身上很多我们好朋友的作品。不是，我不认识，不认识的，嗯，会吃醋，不太好。谢谢你，来请坐。好，欢迎下一位 Candy。你好 ，Candy，Candy， 你是谁的模特？保罗。保罗。OK， 好，我想说大家都是中文，突然出现一个保罗，这人在哪里？好，保罗。保罗，这个是最佳女生组，就是最佳女生组上去的全部都女生，都是女孩子。好，我们看一个作品。而且 Candy 这样还没脱的时候，看起来像是个保险业务员。对，而且是良家妇女型。哎，怎么这样讲呢？那你这样一句话就说变了，对啊，你自己还是这种事情啊？你要说他比较像上班族，对，上班族，对不对？
有点像那种什么保险业、银行，对对，有没有？黄总，请问你是从哪里？我是厨师啊，厨师，好特别哦，海产店的是吧？大饭店的啦，有做过，海产店有做过，我讲没有错啊。大饭店没有，那现在在中山店，真的、哦，目前在你夜店楼上的。港式料理啊，我知道港星的，对，你讲的也太具体了，很熟。港星，我跟你说，东西好吃死了，真的，对。对，哎，来，我们看看作品。哇，这个作品。素描款、是全部吗？对，我们先看后面好，后面哇，圣母，圣母，这天主教太漂亮了，这个厉害了。哎，这种是一种手法吗？对，因为它好像都有一点，怎么讲，有点素描，有点像墨，然后又有点，对，像用就是我们像用铅笔画图那样，对对对，炭笔那种方式，对对对对对，不容易哎，这个刺法真的又不太一样，请问这样。要花多久时间？我好像总共吃了两年吧。两年，对，像个宿舍，这样子要吃两年哦。没有，因为中间有来，可能一个礼拜、一个月，可能来个三趟四趟，那还有家后面要修，有一些地方修修补补这样子，前后总共完成了。真正完成是两年。对对。那你一开始是，就是他来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把这全部想好了。嗯。大概一个构图。对。然后这是百合花嘛？对。这应该不是吧？这是他那个是他之前吃的，对。哦，那我们先这样看，哇，一个漂亮的色。玛丽亚，是的，玛丽亚。再转这边，很像。这个是谁？耶稣。贝多芬。是谁？耶稣。耶稣。你讲耶稣是贝多芬？不是，他字不像。我有什么是列队的牧师？再来，耶稣啊，还口出恶言，不是他字有点像耶稣，最佳来讲，不能再来讲，再来讲，耶稣是这个形象不是这样。你祷告不要祷错，贝多芬啊。哦，耶稣，你这个手法很，它的火焰反而是留白哦。对，然后涂旁边这边，对，这真的很像用那个炭笔这样慢慢画上去。对，厉害厉害，然后再。正面，哎，怎么会心脏？这是心脏吗？心脏。天哪！心脏底下是骷髅头，酷哦！哎，为什么会特别哦？你是什么样想法？因为后面是我们看的是圣母，对，耶稣，对，然后心脏是骷髅头。他们其实，在设计这个图案的时候是前后都有关联的。后面是圣母像抱的小朋友，那个小孩子就是耶稣。OK， 对，然后翻过来正面两个手上。前面这里也是圣母，他的右手跟左手其实是同一个雕像，只是分成两个镜头来刺。OK， 这个是米开朗基罗的那个雕塑的作品， okay， 是，对。中间比较没什么，主要是搭配这样子而已的。对、啊。而且，哎、欸，我会发现你这个花好厉害。对，中间玫瑰花就不像刺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对啊，有点而且好喷枪喷的嘛那种。喷画哎吗？哇，好厉害！这种就是做那种素描的手法这样子。嗯，对，是不是有人也在手上刺了玫瑰啊？要不过去比一下啊？哇，这样子，我已经忘记他有刺青了。你是自己源自于画的哦？对，自己画的。这上台应该引起大家的哦。对，他站在那里，大家哇这样，因为我们去。展场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个位置，嗯，然后他比如说衣服脱了站在那边，就可能拍照拍个一个多小时这样子，就是大家就一直拉着他照相。那对，他是你女朋友吗？不是。那你们去比赛谁出技巧拳？他自己出啊。啊，你好抠哦，你们俩自己出。对，但是那个奖金很少，但是我分给他了。去几天啊？围棋？这次我们去四天而已啊。你们去，比如说你们自己有个摊位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现场帮人家刺吗？有哦，哎，那这样问一下，如果、哦、我今天想要刺青，你们认为我刺什么图案比较适合？如果比如说刺在肩膀上的话，罩啊，就罩军旗嘛。不是啊，刺在干嘛啦？一定是刺、啊。换一点，盔甲。王大。你认为我刺什么适合我？
什么图案？其实刚刚那个康哥讲的那个还蛮帅的、啊，是不是？是军旗有没有？哎，对，老赵，军旗可以刺很帅那种，不是你想象那个小鬼画，不是，有军队啊那种，是吧？跑在最前面拿个赵的，蛮帅的、啊。你把赵哥变成一个将军，带个盔甲，是不是？对，对然后后面有大盔甲嘛，那种感觉，然后刺赵。得住，下一家。太瞎了吗？本来赵很屌，本来赵很屌，像什么字啊？得住。好的，什么东西？赵得住。好，笑死。啊，这个非常恭喜你哈、哦。谢谢。哎，那你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那老公、哎、看到、这个、结婚前就已经告知了。OK，、哦、那他赞同吗？就交往前就告知你要就在一起，不要就算了。哇塞，好厉害哦！那你会说，哎，怎么样？我这样，你要不要也来一个？有啊，有问他。他结果怕痛？没有，他手上就已经有一个。OK，、嗯、那你这样赢他啊？我赢他超多的、啊。你回家没有？没有，他就说我身上有个刺青哦，啊，没关系，没有，我也有一个。啊，那好，一推倒。来，先讲哇，你这次好厉害哦！对啊 ，OK 吧？准备好看我的吗？好，来。天哪，还有圣母玛利亚！他们杀人都打走。OK， 脚上还有刺青。哇哦，是一个毛哎、欸！哇，这个挺好，不是毛啊？是毛。是摔断的，摔断、哎，因为有个疤嘛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那这个毛好酷哦。这个是很立体，哎，这个也很漂亮，嗯，谢谢。哦，这个好漂亮哦。妈妈因为你背上刺青流泪，为什么？就在比赛之前，她都不知道。OK。是在台北展第一次台北展的时候，就穿的比较露，然后告诉她说我要去比赛。她说比什么？我说刺青。她说、啊、你那么小小的图要跟人家比什么？对。然后我就说没有全背，她就流眼泪哭了，然后哭了就。很戏剧化的哭一趴，他说：“那你要加油喽！”哭一次，自私不带我去刺，不然就是我去比赛。我但是他还是后来还是赞同。对，就只有赞同这背后。这个也很正啊，我觉得那个毛，那个毛超酷。嗯，这个毛有意义吗？还是就纯粹是？就有意义。这个毛怎么有点像？我很喜欢海军系列的东西。哎呦 ，OK。小时候可能国中的时候本来想要去考军校，视力不好啊，然后又功课成绩也不好，就没有办法进军校。当海军这样。对。本来想当海军的。对。也 OK 啊，你现在当厨房厨师也是穿白衣服啊，也是海军的一种。对啊，就只能这样。就拿了那个大的炒铲在那。对对对对。只有他一个人，大家都穿白色。他是穿海军制服进去炒菜。OK， 恭喜你，来，谢谢。接下来换取 Lingo。嗨 ，Lingo。Lingo 你好，你是浩哥的 model 妹妹。感觉很像兄妹的样子，那个脸型。啊，可是他的员工。很多人这么说，员工啊，他不是这一次，他不是这一次拉的，对。OK， 那他是之前在台湾，台北高雄展比的。OK， 来，我们来看看你的作品。吓我一跳，我想说 T 恤都，是 T 恤，我想这个背心，我的妈塞，太硬了吧？这是手背的，对，这是手。就多玛的，我会发现你好可爱，好可爱啊！这个是什么？那是兔子，里面的东西都是他小时候就是收集的。可爱，你看这，先看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熊啊，熊啊，黑贝尔，哦，好可爱哦！对对对对，黑贝尔在海浪中的，这个好酷哦！新传统，这是熊，这个新传统风格。那接下来传统风格，只是里面放的元素是现代，就是你想要放什么都可以放进去。好酷、啊！ Okay, 那我们再转这边，这边就这个、啊，这个很棒哎！哇，这样对，这个应该是一个中秋节的意思。没有玉兔啊，对，玉兔啊，代表家人，家人团圆啊，团圆，没有，就是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家人的代表，哦、象征物。你这个是刺的是点滴吗？啊，对。我看，你看它是一个点滴耶。
哎，厉害啊！还头一次看有人刺这个东西啊！这是浩哥，没有，这是另外一个朋友的作品。哇塞，怎么会刺一个点滴的乱汉啊？刺青的部位千奇百怪，马赛克也可以刺。有人要求刺。哦，那那个部位是真的很痛，对不对？据说是下去第一刀之后真的。哇塞，怎么会刺一个点滴的乱汉啊？因为我贫血。贫血，好实际的回答。那我血压高，我不要吃个冰块的吧？看他血压高，不是贫血。OK， 那你也想当刺青师傅吗？我已经是了。哎呦，学多年？学多少年？做五年左右，跟张世浩一样。等于是你的徒弟。我们同时一起学的。你擅长的方式？风格是？就是比较有趣的东西。像可爱的吗 ？Hello Kitty。有点像在开玩笑的小东西这样子。哎，我们千万不能伤害。对啊，没生啥气，起来有啊恨还是什么的？恨倒不会了，罩得住倒是一定。还罩，不罩得住这样。酷哈、哦，那刺青，你一开始是怎么样喜爱上刺青？从小就很喜欢。你也爱画画吗？画画是会喜欢画。那将来你的小孩，你愿意让他刺青吗？可以啊，如果他成年了的话，那找不认识的人是可以接受，就是他自己决定就好。哎呦，你这么开明、啊，那万一刺很丑回来，你会怎么办？反正一定会有雷射机啊！哇塞，你好想好开哦。是啊，刺很丑也是他自己要活该要负的责任，因为刺青后悔本来就是其中一环，就是你要知道。那是你当初做的决定。那他刺坏回来，你会旁边帮他刺一个，活该不找我。这种是用讲的就可以了，只要用讲就可以。OK， 那有人评判你的刺青觉得好笑吗？我身上刺青都是用好以好笑为目的啊。应该是可爱吧？我看你这边。好笑是指怎么样啊？我想幽默吧，应该是。比方说欣赏这个，这个也很可爱啊。这个是就是那种全甲传统全背图，对，然后但是它刺在这里，对，缩图很可爱、啊，哎呦厉害哦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这是圣诞老公公，但是骷髅头，对 ，OK， 然后，这边还有一只小鬼，哦对，哎，它刺的都好可爱，好好玩哦，这应该是有趣的东西，是，先有照片。啊，那个婴儿不是我刺的，我刺的是中间的马赛克的部分。他没怎么刺，他是没有给他刺到有，是吧？就是帮他打马赛克。不是，他是刺马赛克，那是刺的马赛克。那是刺的好厉害哦！那不是打的马赛克，是哦，刺的马赛克。厉害哦，好厉害哦！哇塞，看起来跟真的刺马赛克的，有人刺马赛克的，刺一次听过，太厉害了，好逗趣哦！可以不要再放大了，谢谢，谢谢谢谢，贵政府单位的，不用，谢谢，真的不要。马赛克，这哦，你说的开玩笑是这种吗？不是，这是孙世恩的徒弟啊，对我们家的人啊，好特别哦，刺马赛克，这个我想跟他，我跟他一鞠躬，这个发想怎么来的？很感谢他拥有这个，是你想的，我想很久，真的，对，可是都朋友都不愿意让我刺，没人敢刺这个，觉得太乱来，太乱来，谢谢，来请便，OK， 是的，有一个俄罗斯的美女，她自己设计的图让你难忘，为什么？就蛮特别的啦，第一个俄罗斯妹嘛，对啊，然后可以讲哈，可以。我看后面有人要有点想打你的头，冒出青光。对，然后他蛮特别，他是来台湾工作，是，然后是老师这样子。老师啊？对，他会讲中文。OK。对，然后他因为都长期在国外工作，可能台湾啊或其他国家，他的图的意义就是旅行的意义， okay. 他可能有思念家乡的感觉，是，所以他图里面放了一些他想要表达像旅行家乡，包括方向。的感觉，对，他有给我一张设计图，然后我再用我的方式去呈现他整个的作品，哦，好漂亮啊，整个感觉，他是在侧腰啦，侧腰，所以也算是很印象深刻，因为侧腰地方真的很痛。哦，有一本护照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对，侧腰有一本护照 passport，哦，对，上面是护照，然后还有指南针，地图引导他回家啦，对，这个好特别，这个蛮大的，大概这个大小，
侧腰女孩子这里啊，这里啊，侧腰都满，侧腰这里应该很痛吧？哦，他说很痛，对，因为有时候会打到肋骨的嘛，全身骨头对，咯这样。天哪！像刚刚那刺背后啊，你刺到那个针，如果是刚好敲到脊椎，你整条脊椎都会晃哎。哇，真的？嗯。哎，请问一下，哪里刺最不痛？应该这里吧。手臂那 OK 啊，亲爱太太，我看我还是很好，这个小小的很好。哦，这个是，哎呦，这个是鬼头，龙头，龙头，对对对，然后用稍微带一点欧美方式去呈现。嗯，对，这个蛮也是算印象深刻，他是一个60岁的伯伯。啊，伯伯，他60岁啊，对，他给他自己60岁的生日礼物。哇，厉害，我觉得好酷哦，生龙活虎的意思。而且所以说我现在去刺青还不晚嘛，啊，还早，你还有好几年可以考虑。哦哟，不是啊，我觉得这个很酷哎，60岁的伯伯刺这样。对，很前卫啊，他本人也看起来意气风发。你遇过男生被女生逼刺字？对啊，刺什么？爱？没有，他是刺一串英文字，就是那天还蛮好笑。我们在店里面，然后那天刚好没客人，然后就看到一男一女站在门口，就是感觉好像在吵架还是什么的。对，然后也不知道是要干嘛。后来突然他们就开门进来，说要刺青。嗯，那是那个男生要刺。是，他就跟我说，我想刺一段字，要刺在就是小腿这边，然后说那当然，先问一下你想要刺什么字，我帮你画这样子。他也没有告诉我什么意思，他就说他要刺，他就写给我看。嗯，然后可是其实我们会英文啊，我一看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是，他说他刺英文就是forgive but don't forget， 嗯，就是我可以原谅，但是我不会忘记。哇塞，然后那很奇怪啊，结果是他女，然后我后来就刺，就偷偷问说是你。为什么要吃这个？然后他说我女朋友叫我吃的，然后他女朋友从头到尾坐在旁边，脸很臭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不太好意思问，然后走了之后一直狂笑，应该是被抓到，应该是偷吃被抓到了，他女朋友给他惩罚，被抓来刺青。哇塞，原谅但不忘记这样子。对，但是你要我现在暂时不生气，继续刺青。对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子，一辈子给我记住。以后情侣不要挑在刺青店门口吵架。没错，吵一吵，先给我解释。来，我们看看他的作品。好。哇，素描，嗯，哎，你这个就很真实哦，厉害，对，哇塞，那牙齿刺得好清楚哦，我的妈呀，那牙齿真清楚，这个也是，笑容也是，这是郎祖筠吗？客人的女朋友了 ，OK， 对，对，女朋友，你看人家刺，哎，哇，这个好，哎，这厉害，好厉害，拼图，哎，这个好厉害哦，不容易哎，这个客人还蛮。这个图案还蛮有意思的，是他是爸爸妈妈离婚，嗯，然后他跟我说可不可以就是各刺爸爸妈妈一半的脸这样子、嗯、OK， 他本来想说脸连在一起，可是我觉得不同的脸拼在一起有点恶心，像科幻片这样子，所以我才说那不如用拼图这样的方式直接切开来，这样比较不会怪，嗯，对，而且比较有点意思，酷哦，好屌哦，这个哇， Iron Man， 这个是打赌赌输了吧？神经病啊！这位是男的女的？男生，男生他这样子爱钢铁人，钢铁人呢？对啊，就是，而且是一些，也是我们对第二集，他是我们也是对，因为前面变三角形的，对，聊天聊，就是也是同好，就是也喜欢这种美国的风格，超人漫画那种的。嗯、可是你刺的像画画的。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好像动漫的那种。对，这位朋友，现在第三集要来，你怎么办？在背后。你第二集去刺满了。刺满，第三集哭了。当初不知道有第三集，我现在很恨你。万一还继续拍下去，要怎么办？是是是，浩哥，浩哥，阿嬷疼孙子疼到来刺青，阿嬷来刺啊。这样孙。刚刚看到他儿，就是他儿子一开始要过来刺的时候，他妈妈还蛮反对的。嗯，可是刺完之后回去，他妈就是他妈看到就觉得还蛮漂亮，然后结果就决定刺自己孙子的照片。哎呦，哦，那也纪念意义的，好特别哦。现在刺青很棒，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原因，就是说，以前我们对那个既定印象太深了，嗯，永远就是什么龙啊、虎啊，神兽，对，神兽。但是现在看所有刺青，看各种。形象都可以上去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。就画得出来都可以拿一次，像后面那种飞机那都可以，有趣的图啊。对啊，赵哥是一个那个嘛，外星人嘛。这次这个一定是许浩平，这个一定是许浩平才会吃这个。然后吃一个罩得住在上面 ，OK 的。钢铁应该很喜欢那一张。
美国队长了，看到哇塞，那是外星人了。对对对，回去问问看他要不要刺。美国队长，外星人。浩哥，浩哥的作品哇，就是整个背面哈，男生传统风格啊，这也是算传不是传统。那边有招财猫哎，对啊对啊对。好可爱哦，招财猫。传统风格可以就是做比较有趣一样，对，就是比较可爱，不会那么凶啊。哇，是，比较不会那么表情很活泼哈。全家人，一家人。对，他是他们家的全家福，就哇，这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。那是第二个，第二右左边第二个那是圣祖如吗？哦，全家人是在身上哦。这个也是有得奖，也是在国内得奖。这个很酷哎。这个太狠了，哇塞，好痛啊！我的天，是在头上啊，这个很痛。这个也是一个刺青师，然后他第一个刺青就刺在头上，是你说服他的吗？没有啊，自己想要刺。这里，这里超痛的，这里啊，很痛。这里还好，我是觉得刺这边应该蛮痛的吧？哇，哦，而且刺起来的感觉很特别。刺完还长得出头发吗？有，还是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有人要求刺舌头。舌头有啊有啊有啊，舌头不是打环吗？刺舌刺什么呢？其实应该每个地方都可以刺啊，只是它能不能够吃舌。像舌头，它刺纯粹就是一个新鲜感跟好奇，嗯，因为没什么地方可以刺的嘛，想要挑战看看舌头的感觉。可是很累耶，对啊，你两个钟头这样，没有啊，很快，十分钟就搞定了。十分钟啊，对，它只有刺简单的线条这样子。OK， 对，可是过程比较。恶心一点，嗯，因为你要抓着他的舌头啊，对，捏舌头啊，然后他手一拿着清水，一手拿着空杯子，就借口吐血水这样子，然后就整个湿哒哒这样。为什么要虐待自己？哇，那个部位是真的很痛，对不对？据说是下去第一刀之后就没感觉了，麻了，就整个麻掉了。你感觉还好吗？其实讲很痛。痛不痛？再次好不好？而且还边流口水。OK， 是胸部也难。对啊，因为要怎么讲？不能有邪念。弹性。胸部是女生的胸部。对，女生的胸部。男生的胸部。男生胸部是不为难，女生胸部刺很，不会就怼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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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怼，它会跳动。晃的很厉害。对啊，如果你要刺的时候，你要把它的皮肤。撑开，撑成像平的、紧的这样子才可以刺，所以你在刺的时候，你的手一定要按在上面。哎呦，那你说刺上面一点就还好，就按这边。那你说到如果要刺下面一点点，那你就按，对，了解，按着按着，按那种。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所以情愿吃那种 A 罩杯的女生会比较好。对，其实对，你是做法啊，对不对？其实对 ，OK 啊。A 罩杯 A 平胸的那一种，一开门一，他们就。怎么办？不要，一冲冷水一样。要刺之前，我们会先问他说：“那我们这样子，你愿意接受 ？OK 吗 ？OK 吗？对啊，对，要先讲，对，要先讲啊，不然人家觉得说我们卡油。”攻击师碧昂斯啊，帮我刺那个，他帮师傅，他帮碧昂斯刺，他刺在这里。开冰，开女孩子啊，碧昂斯的这海边地方。那哇，那个画面应该是很惊人，好养眼。就是那个施工中的画面，应该是蛮惊人。不会，你看旁边比较惊人，一票那种高头大马的黑人，有没有？保镖在盯着他这样，我们也是一票就啪一巴掌。我只是休息，命都没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妈呀！好，冰上业者想刺的图很特别，是吗？啊，哦，刺什么？他就是要刺那个鬼门关啦，啊有，然后这个可以奈何桥，然后过程，还有那个望乡崖矮啊，望乡崖，对对，就是跟那个孟婆汤的十八层地狱一系列这样，就一路啦，就是准备要投胎那一路。那你有发誓？你有刺哦？你有刺哦？对啊。快要刺，那他万一有一天不做冰上业了怎么办？他每天晚上睡觉就轮回，就是财主，财主过在过来，每天睡觉都是梦，每天起床都很累，每晚上一直跑。对，你帮他做这个作品应该有规定他时间吗？没有，你每天早上10点钟来吃，吃到下午2点就差不多了。你叫个半夜来，晚上12点叮咚，哎，我们开始吧。对，那个会越吃越猛，麻烦你尽量正午的时候，阳气最重。对啊，一个足球队在旁边这样子，但有点怪，钢铁人才。
我在这边我们要特别掌声鼓励我们呢，就像我们台湾啊，从北到南所有的刺青师傅，用一个另外一种方法让全世界的人重新认识我们的台湾，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。那很多人就觉得哎，台湾是一个新兴的一个刺青的王国一样，因为拿了很多好的成绩。那也希望就是大